作者俄式老五，播讲小编 C 烟水笑。第294章，散修2705重现江湖。仅仅一刻钟的时间，莫无忌就知道他这样硬闯绝对闯不出去。等他元力和神念耗尽之时，就是他死亡的那一刻。一想到这儿，莫无忌立刻劈出了大量的雷弧。本来他有青金之心的护照护住，根本不需要雷弧，只需要一心往前闯即可。但在闯了一段时间之后，莫无忌渐渐找到了一条规律。他前进中斩杀的星空蝎越多，来挡住他送死的星空蝎也就越多。这就是说，他根本就杀不绝，甚至是越往前冲，前面的星空蝎堆积的就会越厚。所以莫无忌索性再次加大了对前面去路的攻击。果然在他的攻击之下，更多的星空蝎涌了过来，挡住了他的去路。莫无忌的雷弧不断延伸出去，他并不轰击身边的星空蝎，而是选择轰击去路更远些的。随着莫无忌的攻击，他几乎要看不见前方的星空空间了，因为更多的星空蝎都依靠本能挡在了莫无忌的去路上。此时莫无忌的神念已经扫到他背后的星空蝎反倒是稀薄起来。莫无忌暗暗提了一口气，他知道要逃脱就是这个时候，只要他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掉头，然后以最快的速度祭出飞船，就有那一线生机。而且他必须得快，这些星空蝎说聪明一点都不聪明，但是也绝对不笨，一旦获知他会突然转身，肯定会让这些家伙更加警惕起来，下一次再想创造这种优势那可就难了。可惜的是，他的青金之心还没有形成战斗力，否则的话，抬手一大片的青色火焰，再多的星空蝎亦是笑话而已。又是大片的雷弧落在了前方，莫无忌祭出了凹形盾挡在身后，迅速转身冲了出去，同时圆形飞船亦是被他祭了出来。果然，莫无忌突然转身的动作，让那些蜂拥挡住莫无忌去路的星空蝎一时有些晕头转向。等那些星空蝎再次蜂拥回来的时候，莫无忌的飞船早已启动，化作一条线直接冲了出去。数百附在飞船上的星空蝎被莫无忌的雷弧轻松灭掉。一个时辰以后，莫无忌的神念中再也瞧不见半只星空蝎了，他这才满身大汗坐在了飞船的船头。可真是险之又险呢，他就差一点就要被星空蝎给干掉了。这地界榜突然出现的第9831名是谁啊？名字好古怪啊，散修2705。九墨城巨大的广场上，已经有人看见了地榜名单上多了一个奇怪的名字。莫无忌根本就不知道散修2705的名字会出现在地榜上。假如莫无忌知道被他干掉的那个真狐圆满是地榜强者，他不报名的话，就会继续以人榜散修2705的名字出现于地榜之上。他肯定会报一个名字出来，哪怕是报出了莫无忌，也比散修2705出现在真魔大陆来得好。我知道原来的9831名是谁，他叫福志泽，半步虚神强者。一年前因为运气不错，杀了个重伤的虚神六层强者。那虚神六层原是地榜上的9831名，因为福志泽杀了这个人，所以才上了地榜。对众多修士来说，天地人三榜，每一个榜单上10000个名字并不算多，很多人都能背出来这三个榜单上的任何一个名字。对对对，我也听说了，这家伙怕人挑战，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。这散修2705运气还真好，居然遇见了福志泽这个名不副实的家伙。哎，散修2705，这不是……另一名修士说了一半，他突然想起散修2705是谁了，一个鼎鼎大名的名字。可以说，只要关注天地人三榜的，没有几个不知道散修2705是谁的。
你还不算是无可救药啊，前一任人榜第一是谁？不就是散修2705吗？听说古少隐都自认不是他的对手呢。周围的人都是倒吸一口凉气，甚至不敢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。散修2705能够成为人榜第一，踏上地榜，这是肯定的事情，并不会有什么意外。意外的是，散修2705成为人榜第一才多久？就算是散修2705晋级到了元丹境，可是地榜上到现在为止可没出现过元丹境的修士，最差的也是真乎后期，而且是那种运气爆棚，占据榜单后就消失不见的真乎强者，比如说那个福志泽就是。散修2705晋级元丹，但绝不可能短短几年便晋级真乎吧，哪怕他真的晋级到了真乎，那又如何？地榜可不是真乎境的舞台，勉强几个真乎境也都是真乎境后期，地榜基本都是虚神境的地盘。喂，散修2705，听说星帝山星战殿的少殿主把他的道侣逼进了星空绝境，别乱说话，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呢。同样的议论发生在真墨大陆各个树有天地人三榜的广场上。原本散修2705的名字离开人榜之后，被人议论的次数渐渐减少，可现在再次成为了所有人议论的主要目标。因为散修2705从人榜第一下来之后，这么快就踏上地榜，实在是太过逆天了。星帝山星柱峰，一名身穿寻常麻衣的中年男子正背手立在一处悬崖的边缘，凝视着远处浩瀚的山峦河流。一名褐衣老者迅速走了过来，站在中年男子身后轻声说道，星主，那散修2705再次出现了，听说登上了地榜第9831名。哦，按时间来算，他最多不过元丹境吧，一个元丹境就登上了地榜，竟然如此逆天吗？难怪可以成为星帝山人王榜第一啊。被称作星主的中年男子豁然转身，语气中甚至还带上了些许激动。对了，夏家派到失落大陆的人回来了没有？褐衣老者赶紧回答，没有回来，包括人仙孤奇。我怀疑失落大陆是否会有顶级强者将这些人全都留了下来。中年星主点了点头，这也不是不可能，当年失落大陆的规则没有被毁之时，人才辈出，比真墨这边的强者更多，你倒是要盯紧了夏家，不允许夏家再去失落大陆。不过那散修2705既然来到了真墨，想必夏家也不会去失落大陆了。是星主，我要不要找到散修2705，顺便对他进行暗中保护，否则的话我怕夏家会对他不利。褐衣老者低声说。中年星主没有说话，良久之后他才叹息一声，唉，一个需要保护的天才就不是真正的天才，由他自己去吧，他能活下来就说明他的确是救我真心之人，若是他连活都活不下来，别的也不用说了。再说他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，就是因为他是散修，没有人保护。说完之后，中年星主又自己摇摇头，似乎是自言自语，可惜的是此人脸色过于苍白，一副书生模样，不是理想中人呐。他是从夏家那儿获取的散修2705的相貌，而那正是莫无忌易容成的苍白书生形象。同一时刻，星帝山星战殿的夏家，夏末刚刚从修炼中出来，比起几年前刚到失落大陆的时候，此刻的夏末身上多了一种沉稳和凌厉，周身的气势更是沉淀起来，有了强者的雏形。少主，有散修2705的消息了。身材矮小的罗德一脸兴奋地跑了进来，
自从曾侯乙被杀之后，夏末绝大多数事情都是交由他来处理。在哪里？夏末的脸上瞬间露出了一丝惊喜，忽地站了起来。不过很快，他就想到了父亲的教诲，再次坐了下来，强压下了心头激动。罗德则急忙说，他登上了帝榜，现在是帝榜上的第9831名。夏末呆了呆，半晌才说，这人果然厉害，短短几年的时间，居然登上了帝榜第9831名。他的确有些呆滞，他混到现在也不过勉强登上了帝榜千名之内，同时心里也很清楚，他的这个千名之内是有水分的，论帝榜的实际排名，他很有可能在2000名之外。我要去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爹。夏末很快做出了决定，那散修2705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干掉曾侯乙，他单独去寻找散修2705很可能是找死，更何况他逼死了散修2705的道侣，可以说两人已是生死之仇。此时一个浑厚且略带欣喜的声音从门口传了过来，我儿最近一段时间倒是有些进步，知道谋定而后动了。父亲。夏末见走进来的男子，立刻起身躬身站在了一旁，进来的正是他的老爹，星地山星战殿的殿主夏丹道。见过殿主。罗德赶紧对夏丹道躬身施礼，然后便小心翼翼退了出去。夏丹道走到夏末刚才坐的椅子上坐下，然后才说，星主已经注意到了那个散修2705，所以要动手也不能明目张胆的动手，这对我夏家不利，你先找到他的下落再说。是父亲。夏末赶紧应道，散修2705他必定要杀，他已不再是几年前的那个夏末，就算是父亲不说，他也不会再明着去杀那散修2705号了。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，欢迎继续收听由小编 C 和捏水笑为您播讲的不朽凡人下一集。